困了吗？你们今天困？你们都说你们睡不着，家人们，你们都说你们睡不着，紧张的睡不着。你们今天要睡着了，我不信。我不信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们跟我说你睡着了，家人们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们说你们要睡着了，家人们，家人们，就这事儿，你们说你们等着睡着了，我真不信。昨天晚上我播到一两点，你们都在直播间陪着我，今天你们都说你们睡着了，你们到就是在催我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办正事了，咱们把直播间分享分享啊，家人们，来，家人们把直播间分享分享，我看一下还能不能挂福袋，给家人们把福袋挂上。哎，这挂不了了吗？等一下，我把福袋给家人们挂上啊。你怎么挂不了了？挂不了，家人们，挂不了。准备啊，家人们，准备啊。黑粉这个时候是不是睡着了？黑粉是不是都快睡着了？家人们，黑粉是不是都快睡着了？家人们，我们等你等到花都开了，都表示在跟你们谈了，是办正事。那就不等了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那他朋友也还没到了，是说办正事了，我们等的等花都开了啊。你看，家人们，你们昨天陪我到一点两点，你们都说，你们都说什么了？不困。今天现在才不到十一点，你们就说困了，一看就什么，你们就感谢勇儿，感谢勇儿，一看你们就是故意的放音乐，有没有什么音乐适合现在这样场景吗？对，可以，来，咱们先上个音乐啊，家人们，太多了，我帮你拿起手机吧，老板，他人是不是到了？你不要着急，你先不着急，不是，你朋友是不是要到了？我帮你拿起手机。放医院吧，都开始准备了，放首歌的时间你们都等不及了吗？现在放首歌的时间，放五十年以后行不行？可以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，放个五十年。哇，这是要结婚的歌。家人们说要听五十年以后啊，家人们说要听五十年以后啊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要开始送了，家人们，有点紧张啊，家人们，你看这个花儿，等的花都谢了，我们等的花都谢了。老板加油，打在公屏上，帅哥姐们，应该是快到了。我看老板的表，不是老板的表情，应该是快到了。酝酿一下啊，家人们，咱们酝酿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希望五十年以后，你还能在我左右。
推吧，家人们，现在这么紧张的时刻，家人们，一会儿跑了，跑不了，家人们，来啊，准备啊，家人们。摄像头吧，这样吧，你帮我先抱着花，你这样，我算花呀，你自己抱，你先抱着啊，我帮你拿着摄像头，你来，你过来，你先过来吧，你先过来坐着，我帮你拿摄像头，你过来先坐着吧，过来，家人们，你坐在那里，对你坐在那里，你先坐着嘛，我先排练一下，哎，你排练一下，我一会儿紧张，我。一会儿紧张，家人们，来。不是我帮你拿着摄像头，然后等下他来门口了，你就啊，对，等一下嘛，我先排练一下，家人们，先排练一下，行不行？我你这样拿，帮我拿着，好尴尬。来，家人们，来把花把摆摆好。不是我帮你拿着。对，你要挽着这个花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是不是家人？你别动，你别动，家人们在录屏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们在彩排，对，我们先彩排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没有任何的准备，你看阿紫就穿成这样，没有任何的准备，彩排一下是不是？没有任何的准备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虽然说昨天准备好了，但是没有去。可以了吗？你先抱好嘛，你先抱好，是不是？你先抱好。我送的那个人可能来不了了，可能来不了了，都十一点了，来不了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。啊，这个花故意的吧，老板？我没有故意，我觉得这个花啊，跟你更配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这花又不是送我的，送你朋友的。那是送给你，你先抱好，你先。现在此时此刻，就是送给你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此时此刻，这朵花，这束花，就是送给你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什么？你朋友不来，就你等一下拿给他就可以了。我朋友已经来了，都坐在这儿了，对不对？什么？对对，家人们，神经了，真是！抱好，抱好，抱好！你是不是不要？玩我！你是不是不要？你先抱好，快点抱好，抱好，快点！抱好！你是什么人？已经坐在这里了。是坐在这里了，你不要推开，你先抱着，你先抱着嘛，你先抱着，你先抱着嘛。不是，好看吗，家人们？你一直说是送给你一个人的，你一个朋友的。你不是人吗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送给我的你，其实我发现啊，你先抱着我。你发现了？你先抱着吧，你先抱着我们，我先把话说完。我虽然是人，但是不是花的主人。是不是花的主人，家人们？来告诉他是不是花的主人？是、啊。家人们，是不是花的主人？哎，你不要开玩笑了，老板了。是不是花的主人，家人们？喜不喜欢？你不要开玩笑了，我都说了，虽然我喜欢花，但是不属于我的花，我属于你的，那你喜欢不喜欢？这怎么可能是属于我的吗？属于我的。来，家人们，来，家人们，告诉他，属不属于？谁送我花的，家人们？等一下啊，家人们，来告诉，来家人们告诉他，属不属于他？属不属于？来，家人们，告诉他属不属于？帅哥，这个老板他是不是故意逗我的？他说。来，家人们，告诉他属不属于？收下吧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不是，老板，你不要开玩笑，你说这是送给你朋友的。你现在让我收下这个花，我有点不适合。适不适合，家人们？你问问家人们适不适合？因为你说这花是送给你朋友的。
行，家人们？今天是第一次送，以后经常送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行不行，家人们？我上去了。老板在逗我，他说这个话是送给他所有人。收下吗，家人们？我们都等了那么久，他这样说，他不要不来了，是故意的。合适吗，家人们？那家人们都告诉你了，其实就是送给你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昨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只是昨天感觉那个情况有点小尴尬，就没有送。但是啊，我觉得从我买到这束花的时候，就应该给它赋予它的神圣的使命，它就应该到属于它的主人的手里面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如果说不把它送到属于它的主人手里面，这束花的意义是不完整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看你送我的这个围巾，家人们，阿紫送我的这个围巾，我已经收下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阿紫送的围巾我已经收下了，对不对？那我送你花，你是不是也应该收下？你是不是也应该收下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虽然说你今天没有任何的准备，但是简简单单，长长久久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简简单单，但是长长久久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真的是送给我的吗？你问家人们是不是送给你的？家人们告诉他是不是送给他的，家人们。你收下行不行，家人们？是不是应该收下？你喜不喜欢？你先告诉我，你先拿着，这样拿着，对不对？你先看着这束花，你先看着这束花，你觉得你喜不喜欢？喜不喜欢？喜是喜欢，但是很漂亮，花很漂亮，也很喜欢。那你就收下吧。但是呢？行不行？你觉得什么？我不应该收这个花吧。为什么不能收下呢？哎，因为我觉得有点不适合。家人们，收下行不行？来，家人们打一波收下，行不行？家人们，来，家人们打一波收下。不用打了，帅哥节目。来，家人们打一波收下。我也没想到你这花是送给我的。来，家人们打一波收下。花美人更美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其实我们今天晚上，我们从7点钟等到现在8、9、10、11点，我们等了4个小时，就想看到让你收下这束花。我们都想看你收下这束花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们等了4个小时，就想看你收下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那说下这个花会代表什么？这个我觉得不能收，儿子。为啥不能收呢？那你说下你为什么送我花？我觉得我们2个月了过后，
你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，让家人们越来越满意了。我想让我们的这份友谊情谊再上一个新的台阶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们上一个新的台阶，可不可以，家人们？就这样子而已吗？就是我们的这种友谊、这种感情、情感，我们上一个新的台阶。我觉得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没必要说话。是不是我们应该先上一个新的台阶，家人们？没必要说话。而且什么呢？要定一个时间。以前也不知道我们能够相处多久，现在我们正式的定一个时间，家人们来定多久合适？来，家人们打在公屏上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定个时间。以前我们认识是偶然，也不知道我们能相处多久。那今天咱们定一个时间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来，把这个时间打在公屏上。定多久？是一个月，还是一年，还是两年、五年？来，家人们，把时间打在公屏上，然后直播间7500个家人们一起见证，好不好？多久，家人们？希望我们这份情谊，来，家人们打在公屏上。先抱好。我觉得这个花的话，你要对得起这束花，先抱好，行不行？你先抱好，行不行？你先好好想一下吧，这个花送给谁？这个花的主人已经拿着它了，这个花只会说它只属于你。来，家人们，把时间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收下好不好？你看看你喜不喜欢，收下吧。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花。为什么不适合吗？因为，你好好想一下吧，你就送给。我知道了。适合他的花吧。你是不是觉得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？对。等我们过一段时间吧。很多事情都处理得明明白白了，再，好不好？那这样吧，家人们，阿紫说他还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完，这是不是？现在不明不白的。现在有点不清不楚、不明不白的。阿紫说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，家人们，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吗？知道的打在公屏上。阿紫说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。这样对你不好，也对家人们不好，知道吗？阿紫说他需要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，你们知道有些什么事情没处理完吗，家人们？你放心吧，老板，我也只会跟着你好好工作的。阿紫说会跟着我一起努力。嗯，对。不管从山上看到现在，不管怎样，我只会跟着你好好努力了，你放心。等我们回去处理事情。那这样行不行？花今天你先收下，我陪着你一起把事情处理好，然后我们再送一束更大的花，家人们觉得行不行？这束花你也要收下，就这束花只是那一束花的一个约定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这束花先收下，咱们我陪着阿紫去把该处理的事情给他处理完，咱们再来一首，再来一大束花，行不行？家人们，先收下，我跟阿紫去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完，到时候我们再送一束更大的花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咱们先收下这一束花，然后有什么事情我陪着你去处理，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去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到时候
家人们，等我们把事情处理完了，处理得漂漂亮亮的，我们再送一束更大的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如果我没有，我不先去处理事情的话，帅哥睫毛，我觉得这样不好，这样对叔叔阿姨们也不好，对老板也不好，对不对？对我自己也不好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对很多人都不好。那这束花你一定要收下，好不好？这束花就收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来，笑一个，来，家人们，笑一个。来，家人们截个图。来，家人们，来，我站在后面。来，家人们，我站在后面。这束花我就收下了，帅哥睫毛。谢谢老板。来，截个图，家人们。还有这个围巾要结束了啊。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咱们就约定好了，击个掌，击个掌，来，我们击个掌。耶。我们一起去把再大的困难都一起去把解决掉。